在这里呢，与大家见面，哇，你们很傻嘞！我们在楼梯上面唱歌，你们在楼梯上面看歌台。好，在这里呢，也祝我们所有的朋友，大家都能开开心心，大家都能事事顺利啊！今天在这边呢，蛮特别的哈，这种特别的台上唱歌，老师有吗？可以吗？ 好，首先呢，我想安排我的第一首歌曲呢，谢谢大家一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谢谢大家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一首高凌风的一首华语歌曲，献给您，也希望您会喜欢。哎呦，几位？哦，很难爬，对。 谢谢大家。